牙齿怎么画？首先我们可以先画出牙齿的形状，然后我们来画上牙齿的下半部分，画出尖尖的角。我们可以给它画上小手，把它画的卡通一点，画上眼睛和嘴巴。我们可以给它画上阴影，给它画上一些装饰，然后我们来涂上颜色。我们把装饰圆圈涂上蓝色和红色，我们给牙齿画上可爱的腮红。我们把它的嘴巴涂上红色，给它涂上蓝色的阴影。像这样，我们的牙齿就已经完成了。